有机会，不是每一个
个人，看看你幸不幸运哦。OK， 阿丽讲一下你的在香港的去年的演唱会是你第一次海外的演唱会，那感觉怎样？在香港的感觉很感动，因为我在台湾的演唱会是3000人的，对，然后来到香港是8000人。对。这是两场，连续两场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看到所有的歌迷，就是听我唱歌的时候，那个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很投入的。嗯。然后尤其是在最后 encore 的时候，对，大家是想跺脚。对对。那时候就想说，哎，暴动了，很好害怕。哎，我们看演唱会是这样子的，动手还动脚，对吗？是我们的。所以很过瘾。对，就过来了，不要一定要远那么久。好，我就住在这里好了。在这边买房子，这边很好住哦。OK， 那其实这一次阿玲来到我们的全国广场这边呢，是带了她的专辑，就是《我们会更好的》。对。那跟我们现场的朋友分享一下这一张专辑的那个制作的概念哈。我的概念呢，就是我原本是要送给我自己28岁的礼物。嗯。然后我期待28岁很久，是从小我的妈妈告诉我说，8岁有自己的书桌，18岁可以谈恋爱，28岁呢，你就可以独立自主拥有自己的生活，而且你会充满着无限的可能。所以我就一直很期待这一张专辑，然后也是想要借由这一张专辑，也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不管你现在是几岁，都要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你的生活跟感情。我就是因为听过这张专辑，我觉得我年纪多小都没关系了，都没关系，都没关系了，真的。其实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朋友，很多不同年纪的朋友，我们都有机会可以跟阿玲近距离的接触。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接触一下好吗？就是玩第一个游戏好吗？第一个游戏很简单的，是一个是非题、是非题，我咧就会问啲问题啦，就睇下大家识唔识，唔系识唔识答，大家系拣 yes or no 嘅，究竟点玩咧？咁我哋即刻咧就系攞咗啲道具上嚟先，咁亦都咧。邀请我们的10位的参赛者到了台上来，不要拍照啦，嘞，玩游戏嘞。你看，就是台上呢，就有两边呢，这是一个蓝色的，这是那个是一个红色的。我等一下呢就会问问题，你们听住，听好咯，不要聊天，嘿，听我讲，干嘛你们？就是这样子的，我会问问题，不是问题，我会说一句话。如果你觉得是对的呢，你就走到这边。因为这个呢有9个方格嘛，你们10个人就看谁站不到上去，这样子。你要这个要想，哎，我讲的是对还是错？对的就跑这边，不对的就跑那边。OK， 如果大错的就要走，站不到方格的也要走，明白吗？希望你们明白哦，明白吗？你们明白我就不讲广东话了，我们现在这边已经换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。开始了，准备好了，我来问问题了。哎呦，其实我好紧张啊。我也好紧张。对对对对，好，第一题，请问 ，OK， 我站这边好了，我站这边好了 ，OK， 请问一下，大大的拥抱就是刚才我们听的那首歌，是我们会更好的专辑的第一主打，第一主打，第一主打，都没有人听我的，第一主打，第一主打。不是第一主打的呀，第一主打，哇，你们，OK。抱起来 ，OK， 就这样啦。但是你还是输了，你过来这边，我给你有机会跟阿姨握握手，握握手。OK， 谢谢你啊。好，好啦，咁我哋快啲翻翻落去地下先，系啦。OK， 第二题啊。那但是呢，因为我们要把其中的一些方格拿走的，问第二题的时候，我们会拿走每一边拿走3个，现在就只有6个方格在这边啊，你们要抢了 ，OK。第二题是这样的，请问我们会更好的是阿玲的，不是，我们会更好的是阿玲的第5张专辑，大碟吧，第5张大碟，我们会更好。
抱起来，抱起来，抱起来可以吗？抱起来的话，你就抱不到了，不好意思，你站这边。还有你还是抱不起来，你站这边就只有你算了你，给你了，给你了，好了，你进去，好了，你们两个就可以跟阿丽握握手，握握手 ，OK， 这个是一个很亲密的机会。OK，好了，在台下休息一下先。好了，你哋唔好攬啦，嚟企翻过嚟先。好 ，OK， 我们要把这个。 放假要拿掉两个，现在只有四个哦，每一边有四个，来喽，第三题，听好喽，请问你啊，我们这边叫荃湾广场吗？那荃湾广场的英文名字当中是有三个 A， 荃湾广场的英文名字，你看一下后面啊，有三个 A 的。 好了，就这样 ，OK， 哎，他主动了，他很主动，哈哈，就不理你们，还有你啊，你都有包啦 ，OK， 好了，你都可以得到一个握手的机会，哎，你跟阿婷说什么？他说很好爱你，好爱你，女生，哈哈，我知道了 ，OK， 好，企翻出嚟先啦，好了，咁而家我哋要攞走几多格嘅？请问？ 两格 ，OK， 每一边拿掉两个方格，还剩两个，那就看你们怎么办喽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的主角阿丽呢，就是媒体就叫他说是那个天生歌姬嘛，是在我，你问完。 他的天生之际的这个称号哦，是在1983年就开始的了。哎呀，哎，把大家给懂了啊！这样女生也在老年同龄人都不好，大家都不会不会让啊，他们好，应该是怎样呢？我觉得好停一下咯。那你呢？好明显呢，你的身体太壮了，那所以。 你可以握握手，谢谢。佢不停咁样握同阿玲示爱 ，OK， 四个啦，算啦，俾你哋四个，四个就好，四个就好 ，OK， 对，哎，他个子让他得到很多福利啊。好了，我还问问题吗？好，要问吗？不要问了。 OK， 太可怜这样子 ，OK， 你们四个都赢了我们的比赛好吗？四个都有奖品，好不好？给他们一次掌声鼓励好吗 ？OK， 那但是呢，哎，不要拍照。OK， 但是今天呢，其实很多 fans 都希望跟阿丽有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而且也希望跟你拍个合照。那我们现在挑战一个超级难度好吗？大家看到呢，这里有一个方格。 你们可以5个人一起站在下面拍一个照片吗？要不要？阿林可以站中间，两个了，两个了 ，OK， 阿林站中间 ，OK， 那你们就是站在阿林旁边，跟他一起拍一个大合照好了。 爽不爽？爽不爽？爽！很爽！OK，谢谢，女生都穿出豆腐。OK， 谢谢。
谢谢我们四位。可以啦可以啦，等一下了，我们节目还是要继续下去。OK， 谢谢。阿林总呢？觉得香港粉丝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不会，很热情。好听，对不对？我今天真的很紧张，因为昨天我的工作人员就知道，我昨天是没有声音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完全没有声音，连访问都没有办法访问。真的？对。那我就要请教你一件事情，因为我要常常讲话嘛，我也常常用错的方法去讲话。那所以我就想问，就是如果真的要开声的话，要把这个嗓子打开，有没有什么方法？有。要我刚刚在后台的时候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？有没有听到？我刚哈，我刚刚一直哈哈哈。这样子就可以打开嗓子上，对。哦，是吗？那练气，因为你唱歌气好长哎，那怎么去练回来的？其实每次就会我会运动，然后还有就是喝一些养生茶，对，养就是喉咙的护喉咙的茶。我觉得 fans 都应该跟着。阿林的方法，因为你们都是一直在喊你在喊这样子，对吗？要保养好你的嗓子，然后跟阿林一起唱歌，好吗？但是现在呢，现在好，你们的就不是你们的嗓子，是耳朵，因为跟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呢，就是跟我们的耳朵有关系的。OK， 我们先请我们的五位参赛者到台上来，也是男生有，女生也有啊。那这个游戏很简单，如果用国语讲出来。就是古歌仔，广东话就是古歌仔啦 ，OK。其实好简单啦，咁啦，我们会放一些阿令的歌曲，那你们应该都是耳熟能详啦。然后谁知道哪一首歌的歌名，就马上跑到这边来，就把那个歌名讲出来。谁答对最多的就是赢哦，只有一个冠军哦 ，OK。好，那我们要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位哥哥。这小哥呢，他好可怜，他很瘦，所以呢，你们跑来的时候呢，不要推得太厉害，好吗？他会受伤的。OK， 好了，咁我哋可以开始了喎。OK， 听好了，第一首歌，请来。好，这是什么歌？你说啊。1828。OK， 然后第二首歌，那第二首歌会是在阿令的哪一张专辑当中的呢？放个字，放个字。如果一个女人，哪一张专辑？没有。OK， 哎，顶我。那这首歌的歌名是什么？给我一个理由忘记。你可以再大声一点吗？给我一个理由忘记。男生为什么讲话那么没有声音呢？再大声一点好吗？给我一个理由忘记。给我一个理由忘记，对吗 ？OK， 男生嘛，为什么我讲话还比你大声？不行。OK， 好了，都第三首歌，那第三首歌，第三首歌是什么呢？你们听好了。这首歌我很喜欢，非常喜欢，来咯。哎，你们都喜欢吗？是人如醉，对吗？答对了。OK， 恭喜你。哎，每人都有分数。等下换你咯。对，就要挑战你一下咯。OK， 跟住咧就系到第五首歌，哇，好易啫，第五首。牛仔很忙，我很忙。你真的忙得太多了，刚刚我们忙完的。
的现在又忙，对，是不是我很忙？答对了，答对了。OK， 每人都有一分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再继续下去，第六首歌，看看第六首歌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歌曲呢 ？OK， 准备好啊，准备，准备。最后一题啊、哦！啊，这首哎，这首我都很喜欢的。这是什么歌？知道了吧？三个一起唱，我不会，我不会给礼物你们的喽。知道了吧？是吗？哎，这么好，我说好，对了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麦大爆就是本来就是这只有一个优胜者，但是他们两个同分，所以有两个，我们麦大爆就给他多一个礼物这样子。OK， 咁我哋呢个游戏完成咗啦，咁啊呢两位朋友咧就赢咗啦，咁啊每人有一份礼物，阿你为我们颁奖。你以后讲话要大声一点啊。OK， 谢谢谢谢，哎，来一个大合照好吗？拍一个合照哦。OK， 希望你们呢、啊、往后的日子继续努力去唱阿玲的歌，唱得很好很好，然后唱给他听。OK，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也谢谢阿玲。我看不见刘烨这种话。OK。在这边，那其实把所有的热情都展现出来，就像你唱歌的时候，很多热情都给我们感受到这样子。那其实阿丽来到了我们这里，也不只是唱一首歌，那么小，太小了。我觉得可以再多唱一首吗？好，要不要 ？OK， 那现在就把这个舞台交给阿丽，掌声鼓励。是我今天有一点小小的感冒，所以待会儿如果你们会唱这首歌的话，可以跟我一起唱哦，谢谢。奢侈品，我的生活充满了和你。
不同的感觉。那希望今天在我们垂花广场的这个舞台上面，阿林，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很特别的感觉，好了。好，谢谢。那现在呢，因为今天很多阿林的粉丝都来到现场，所以请你一步到台下去跟他们拍一个超级大合照，好吗？哇，没有这个人。OK， 咁咧，今日好多朋友仔嚟到啦，都攞住好多嗰啲咧打气嘅工具啊，啲牌啊咁啦。咁啊，为咗咧要令到张相靓仔啲咯，抄翻佢出嚟，佢变咗。好啦，咁啊，你哋嘅 CD 啊，嗰啲打气嗰啲牌啊，全部要攞晒出嚟。CD 去后面系啦，大家举高啲你哋嘅牌，同阿 Lin 一齐影一张超级大合照。咁希望咧，等阿 Lin 喺荃湾广场呢一度咧，留低一个好特别、好特别嘅感觉，好特别、好特别嘅印象。咁之后咧，佢就可以多啲嚟噶嘛。今天真的很谢谢阿 Lin 来到荃湾广场这边，也谢谢现场那么多朋友来到支持他。当然，因为他的实力，他唱歌那么好听，他的歌唱力那么好，所以我们会越来越爱他。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哦！谢谢，谢谢，唔该晒咁多位，唔该晒我哋嘅全部朋友 ，thank you， 谢谢阿林。那现在阿林会到后台休息一下，喝喝水，然后呢，我们呢现在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边换了 ，OK， 要换了，好累哦。部分咧就好快會開始噶啦，咁咧喺度提提大家，手上邊攞住入場證嘅朋友喺邊啊？可唔可以舉舉手啊？邊係有入場證啊？呢邊都有嘅，係咪 ？OK， 咁一陣間咧，我哋係應該會識咗呢邊嘅朋友先嘅。你哋嗰張係咪呢個樣式係 cover 個樣㗎？係呢個樣，係啦係啦。咁我哋會識咗呢邊嘅朋友先嘅。咁大家咧就。
fans 咧就好有心啦，咁佢哋咧就整咗幅 puzzle 咧就俾阿练嘅，咁但系咧见到咧画架里面嘅 puzzle 咧就少咗几块，咁几块去咗边咧？就喺阿练手上嗰个盒仔里面嘅喎，点解咧？其实有个寓意嘅，呢块 puzzle 咧就系有个阿练就企喺红馆门口，咁上次阿练喺香港开 show 嘅时候咧就唔喺红馆开噶嘛。咁個寓意都已經呼之欲出啦，係嘛？嗱，剩翻幾塊，咁嗰幾塊咧就係留待下次阿 Lin 嚟香港紅館開 show 嘅時候咧就可以合埋落去啦。咁大家到時會支持個嗬，會個嗬一定，梗係會啦。哎呀，阿 Lin 話，我現在還是在存。
我们讲一下。谢谢大家，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很快的实现我的梦想，就是在红磡对红馆办演唱会，希望我给我自己一样的时间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今天愚人节快乐。